Core， 就是运算核心。那我们会在这边呢进行初步的实地重建跟这个长期保存，储存到次代的这个动作。那总共在这个世界上总共有两个 Tier 1，那目前是只有一个在审，那另外一个在匈牙利已经开始启用。那在这个，因为光是一个 Tier 0没有办法存下所有的 data， 所以这些资料会及时的分散到11个一级资料中心。那亚洲目前唯一的一级资料中心是在SDC， 就是那个中研院的网格中心。然后我们还有大概150个 Tier 0在那边，然后分布在其他的地方。然后所有的实验学家所谓做的模拟啊、分析数据都在这个地方进行。那在更小的，就是如果是像研究所啊、或是各级大学啊，他们有自己的，像我们的学校有 Tier 3，就是我负责。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主要是一个提供教用户的公开数据，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网页上面看到它的细节。那目前呢，大概是有1/500的真实的数据，就是从2010年开始截取数据到现在，总共量1/500，然后还有它的对应的一个模拟示例。那我们等一下示范一下用模拟示例来进行分析的动作。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物理，然后我们也没有要找几个示例子。那我们再找一个叫做丁华克的这个例子。那丁华克的这个研究呢，其实就是我们朋友当年在费米实验室所做的研究。所以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不讲物理。所以呢，在这边大家看我就算了。我们把这个问题转换成，我们来找一个模范家庭，就是这个家庭里面有大人啊、小孩啊、宠物啊，然后你都要管作业的过程，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些大人小孩的这些性质呢，来做一个分类的动作。然后这边就是物理名词对应到实际上我们要讲的东西。然后我要用的这个呢，是叫一个 root 的工具程式呢，它的名字故意学跟像格鲁一样的 root of object oriented toolkit。啊，它主要是用来分析这个 HC 的实验的数据，然后它是以 这个 C++ 来写的一个 open source 的软体，然后它还整合了一个直译器在里面，然后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答案格式，不过我们可以很简单透过这个 C++ 把这个答案格式转换进去。或是转出来，同时它还整合了这个所叫做 Ruby 的这个拟合的这个工具套件，还有这个统计数据分析的套件，然后这是目前大部分的实验都广为使用的，就是高能物理实验广为使用的。那今天就是跟希望大家能够也来 try 一下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资料格式呢，其实它是一个叫做 root 的档案，然后它可以分成不同的像。这个 Monte Carlo 啊，然后还有分析用的这个所谓的 tree， 每个 tree 呢还有它一个 leaves， 这些 leaves 呢，其实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database 表格一样，然后它的长度是会写在这边，我们等下会示范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工具叫 TFBA， 它其实是一个multivariate 的 analysis toolkit， 然后它是一种叫做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但是你必须告诉这个。分析程式它是谁是你要的信号，谁是背景这样子，然后它目前是整合到这个 root 里面，而且它可以很容易的进行这个训练跟测试，两位示范这个部分。然后它还提供各种这个所谓的 classifier， 就是让你分析不同这个信号的这个演算法，其中包含的像 feature 啊、neural network， 还有 Boost Decision Tree。如果你有在玩这些话，你就很清楚这些名词。然后我们会展示的是，就简单的做一个图形化，就是把所有数据修出来。然后我们会需要把这个资料做一个平面化的动作，因为你要把所有每个示例里面不同的成员，要把它整合成一个整合一个单每一个示例单笔的数据。然后我们会试着用这个 TMBA 做一个展示，说你用不同的演算法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那在这里你可以拿到这整个翻译的程式，我放到这个 GitHub， 然后还有下面这边你可以拿到这个实验的数据答案，还有 Monte Carlo 的模拟数据。那这边 Monte Carlo 实验数据就是我们刚刚讲，大概有五十万笔资料，然后是所有实验的1/500的，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来这边实资料是有多庞大。然后下面是对应到这个实验数据的模拟示例。
那这边我们给的是两倍，那通常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实际上就会产生五倍甚至十倍的模拟数据量。好，来做个示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从网络上面下载的话，只需要先来说话，你就可以到一个 hub， 然后里面的内容大概是像这样子的，然后里面总共有五个 root 档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先把它丢到背景去。然后你要打开这档案，就是下类似命令列这样方式，然后把它开起来。然后你可以用图形的方式来开启这个档案，然后所有的这个命令列都有个 tag completion，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档案内容，它这个是 root 的 tree， 然后所以然后里面有不同的 leaves， 啊像我们现在马上点两下去看到它的这个分布情况，然后你可以看其他的不同的分布情形。然后如果你要看不同的数据范围呢，你就直接这样选一下呢，你可以直接 zoom in 进去，啊，甚至你还可以在 Y 轴上面去这个 log scale， 但是在统计上面需要用的，你要看它这个分布的情况。然后甚至说你可以进一步对这个图形做一些修改，例如说我希望把这个部分的颜色改一下。然后甚至说我把这个线条改成其他的情况，那这是大致上的这个入整的操作。然后再把另外一个也丢下去，我刚刚已经做好变化动作之后就可以丢到这个 PMB 的那边，然后再做。那经过这个像我们刚刚这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图形界面的部分，它其实有个叫做 data 的 tree， 所以你可以事实上直接用这个 tree 呢去产生一个框架程式叫 map。那我直接先这边示范一下，它就会产生两个档案，一个叫 test， 一个点 h 档，一个点 c 档，那它就是一般的 C++ 程式。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它的构造其实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你资料格式，然后它把它用 array 的方式来展开，然后基本上这边上面的这个 array 的大小呢，它是扫过整个档案之后看过结果，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会爆掉的。但是如果你要用在不同的档案上面的时候，你要自己改一下。然后我们还要写出去的时候呢，我要另外定义说我写出去的格式在这里。那你就告诉他你要用存在哪个变数，然后它的变数形态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是 integer， 然后这边是 float。然后这是大致上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点 C 的档案，就是我们做平面化动作。它会把不同的示例，你每一笔示例读进来以后，你可以 loop 所有的这个各个成员的资料，然后做一个再运算、再处理的动作，然后你把它存出去的时候，你只要 call 这个 view 的方式就可以。然后在这里，想好了，还有一阵子，啊，没关系。那再来，像我们讲说，我们经过平面化的资料呢。它会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我们刚刚上传出去的只有这几个变数，所以里面的资料就是这样子完全。然后像例如说，它有不同的大人个数、小孩个数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只取了头一个跟头第一个跟第二个的小孩，跟第二个大人，然后把这些变数我们要存出来是要给这个 PMBA 来使用。那 TMBA 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范例程式。这个范例程式其实是在 TMBA 的 .sourceforge.com .sourceforge.net 上面可以下载的，它是跟随着这个 TMBA 一起distribute 出来。然后
一开始呢，这主要的部分你需要修改其实不多，你可以决定说我需要哪些classify 就是不同的这些分析演算法，然后你可以开这边写一的话就是要开这个意思，然后我做了一些注解，下面听到，然后主要的像这边，你可以决定说你在跑这个 GMBA 的分析程式的时候，你要不要开这些一般数的资料，或是开颜色，或是你要不要画这个进度表，像你刚刚看到的进度表，像这些的资料，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看。然后最主要的是说，你要把你的变数填进去。那这几个变数是我们选出来塞进这个分析程式的，就是主要是为了时间的关系，因为你塞越多，它需要的分析时间越长。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分成你要的信号跟背景，然后分别塞进这个 TMBA 的 page 在这里，因为这是supervisor 它不会自动的分不同的类别，你必须告诉它是一次性或者是背光，这样就不够了。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边，像第一个可以看到说这个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呢是蓝色是信号，这是背景，那这是原始的数据的分布，然后它也可以帮你做 decorrelation， 甚至做这个 principal coordinate 的这个转换，然后它还可以看不同的变数之间的 linear correlation。然后像如果说你有非常大的这个 correlation 的话，其实这两个变数只要取一个变数就够了，不需要塞两个，可以节省的时间，而且减少一些 bias。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这些分布呢来看说你的分析好不好，像这里这个 likelihood 你可以看到，像你可以把这两个分开到一定的程度，然后 feature 也是，可是像 PDD 的话你可以以更明显的来分开这两个分布，那这样子的话你只要做一个选择，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选要的数据信号选取出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好像这个，像这边的话这因为它也是入的程式，所以我们一样可以用选取的方式来做这个重新绘图的方式来重新处理这个视觉化的部分。那我们要看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分析，我们会比较不同的演算法，那你可以决定说我在同一个保留一定的信号的情况下，比如说这边保留90%的信号的情况下，那你可以把你的背景是以去除到多少，那这边那是 rejection rate 越高，是表达的这个背景的去除能力是越好的，所以你会看到这边 BDD 是最rejection 这边最高的。然后当然你还可以有不同的分析程式可以用，那这个是基本的部分。那你要把这个图你可以存出来，你可以存成不同的答案格式，那它其中的非常特别是叫点 C 的这个 MAPLE 格式。那这边存出来之后呢，它其实它是把这个图形转换成程式码，就是你每一个这个数据的点，它就转成程式码去画一条线或打一个点。那它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在这边透过这个你的 A 图的界面改了这些图形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再次使用，甚至说你可以在事后对这个程式码修改，它就可以改变这个呈现方式。然后如果你不懂应该怎么改的话，你可以去偷看一下线这个存出来的函，就可以照着改掉。然后这是所谓这个是示范的部分，然后再来所以像我们刚看到的是已经有这几个关于输入的部分，可以做不同的这个转换，然后比较他们的 relation， 然后看他们的输出。然后像这个 TMBA 呢，它预设它会把一半的这个数据呢
拿来做这个训练机器学习的动作，那另外一半呢还做这个 autonomous test， 所以基本上你训练的这个资料不会跟你用来测试这个资料混在一起。那这个在做这种分析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做 不会有 overtraining 的现象，因为你如果你特别圈在某个特定的资料数据资料的时候，你可能在你其他的数据上面的效果就不会表现那么好，那这是一个它提供的一个避免的方法。那在这里我什么关系讲的，像我们刚刚这个存出来之后，其实它会自动的把所有的放到一个这种 blob 的 direction， 它变成 EPS、PNG、JPG、GIF、PDF 都可以，只要修改这个程式就可以。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输出位置，就是这些 classifier 的参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 LD， 它的 XML 档基本上就是这些分析的工具的它的参数，所以你只要拿到这些参数呢，像这边就是它各个这个 input variable 的位，就是分别的权重，你就可以自己画在你自己的这个分析程式里面，你不需要依靠这个 root， 不需要依靠这个 TNN 程式可以独立执行。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个框架的程式，就是说如果你不会写，你不会写那个分，不会写 classifier， 它帮你写好一个线程，你只要漏进这个 XML 档，你只要扣这个方选。这个回合方式它就自动把这个程式的这个 output 输出出来，一样可以完全独立于 root 或是独立于 PM 里面，可以应用在你自己的分析程式里面。那这边很重要的一点呢，我是希望借由这个分享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个 HEC 的实验，它基本上公开的数据，然后所有的这个 paper 呢就是期刊论文呢都是 open access， 都是开放自由，而且取决于你想，因为所有的这些经费来源都是各个参加国家的税金来的。那既然是大家的税金来的，那你应该要在里面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甚至我把所有的这个研究的工具也是 open source。好，第二个更重要的一点，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你可以很无脑的分析一些数据，但是真的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前一阵子的新闻，就是你一个错误的选取方式，一个错误的方选在 Excel 里面，就可以影响这个整个世界上的经济的这个政策，甚至影响这个全球经济的这个恐慌的问题。那希望你不要是第二个。好，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是刘文豪同学。好，另外我有把所有的这些放在这个 slide 里面，那最后这个 slide 会公开给大家。那对，就这样。请问有没有现场观众想要问问题？我刚给你的实际上就是真实的例子，就是要找所谓一个叫做林华克的华克 Top Farm。 那因为数据量的关系， Top 在 HEC 其实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可以用1%的数据量就可以做分析。然后我们刚用是 Monitors 的部分，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部分用在 Data 也包在 Data 这个 Part 里面，你可以自己来玩。对，但是我今天希望不需要大家有任何物理知识，我只告诉大家这个工具可以说，你可以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你就可以找。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它有开放资料，那一般来说那个它资料应该蛮数据应该蛮多，那大概是多少？如果要自己要玩的话。
我刚刚有讲这个答案就大概200 mega 左右，它是已经处理过的数据，不是原始的数据了。然后大概是总的 data 的1/500左右。那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特别挑选出来适合这个 upfront 的 search。那如果你要做其他的分析，可能要看其他的部分。这样。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它原始资料这么大，那我很好奇它在 CERN 在他们官网，就是应该说那个 data center 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用 root 这套程式或其他的处理资料处理方去把这些最后这200 mega 或 1 giga 的资料把它筛选出来，因为它原始应该是培养。我刚有介绍那个影片，其实就它整个分析的过程，你必须从一开始就决定说你要找的是什么。当然你没有办法完全决定说你要看的现象，所以其实它其实是用分层的方式来做逐步的筛选，然后一开始是用一体的部分。一体部分它用这个 FPJ 的逻辑电路来做简单的筛选，然后你再透过这个我们的统计系统，它会你可以设计一些筛选的条件来挑出你要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存，一开始就存下来的话，你可能没办法分析这部分。然后，因为总 data 即使是如此，总 data 一年大概就是10 petabyte。可能会慢慢放出来，因为一开始它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给大家，因为我们大部分以大剂实验为主。那实验确定是够用的话，我们才会慢慢开出来这样子。这类似。那个 NASA 的做法就是开始可能第一年就是以我们有参加国家的事这些团队还可以先用，然后这些数据都分析差不多，你如果有特别的兴趣你没有参加的这些实验团队，那事后他可能隔一年到两年会把这些数据分析分享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嗨，你好，我叫 Michael。 我最近看那个 Big Data这些书，但是都比较偏向那个做生意赚钱。那因为对我来说，我们其实没有在讲什么 Big Data，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在做这种大量的分析。我也是看到最近 Big Data 才知道说 OK 有大家对这些部分有兴趣的。那我大概先去感谢你，但是那维基百科那个大数据的部分是来整理这个条文。是。啊，好，那所以今天就希望有一些多一点那个图片资料在你们的系上你可以找到，或者是开放细细分享，那这样子我编辑起来给一般民众认识也比较容易。是这样。其实这个有些条目我自己有在编啊，然后第一个你可以先从那个 Wikimedia 上面资料先拿，然后剩开出来的数据对这些图片你也都是可以用的。这个看到这个数据非常的羡慕，因为我当初做 Top Park 毕业的时候，我只拿到不到100颗，这边是有几十万颗哈。OK， 我就可以毕业了。这一份答案开出来就有几千颗了。对对对，那除了 Top Park 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样的 sample 是有公开出来可以大家交换？它像有一些 W Plus J、Z Plus J 都有，但是它给的方式上是类似那个 CBS 的格式啊。讲一个比较实际、比较细的解说，有没有微观黑洞的？没有，因为那些需要比较大的数据量来做分析，所以那部分可能比较晚这样子。然后只是我们到现在什么都没看到。请问他没有这点问题？没有，那我们再次产生。这边还有。哪里？也是我们的学长。哎，我也去，再取一下手。我想大概在座很多人大概对这东西应该是有兴趣，所以才会在这个。不过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些高能物理大概也不太可能有太不像拼图那样有那么深的了解啊，包括我在内啊。好，那所以你们有没有计划说要为我们这一般这些对这东西有兴趣的人呢，开一个小小的 workshop， 可以让我们大家就利用这些工具，然后。了解一些简单的语言，利用这些工具可以去玩一些东西出来。其实我给这个贝塔上面已经有这些相关的课程，但是它比较偏物理方面，就
就是他以高中甚至大学生为主，所以你其实不用太多的物理背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那当然希望说大家如果念完以后可以进我们的研究所或是念博士班。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现场的听众。好，那我们再最后一次掌声，谢谢赵总。